跟我的妈妈很像，你这么坚强，你一定会很幸福。谢谢你的伟大。啊，美味。但是，美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另外一位同学。容不下我的翅膀，只可以给。娜姐就是没想好。我也知道娜姐的那种感觉，因为从刚刚你们唱两个唱完之后，我的心情就一直很焦躁。真的很喜欢你的表演，我觉得你的表演很真诚，你的笑容真的很真诚。因为你的毕业论文。哇哦！农农很兴奋啊、哦，但是农农下一位你可能更加兴奋。哦。哇！那你知道？拥抱。结束之后呢，我想让二排的哥仨畅所欲言一下，因为在王欣欣表演的时候，哥的快乐。因为我太想看一看，坐在二。哦，太美了，他太美了，哇！对，就他们三个哦，他们都选星星。哎、我们三个呀！曾经被我们比心团的各位管乐，你在享受他的表演。哇，这怎么选呢、啊？天，对，奈亚带来的外面的世界。然后变成无爱。我跟我女儿她说，我说我可以把她，然后你把她声音带过来就好。我发现好像有一个少年好像也需要纸、啊、怎么了少年？没有，其实因为听到小娟姐唱这首歌，你跟我的妈妈很像，我也是单亲家庭，然后妈妈也很辛苦，然后自己带我，还有我的外公外婆也是在单亲的时候把我带长大，所以我知道妈妈很辛苦。然后我真的很谢谢小娟姐，你这么坚强，你的小朋友也一定会很幸福。谢谢你的伟大。三那样，很抱歉，因为刚刚我们因为母爱的伟大，所以被这个君姐吸引过去了。其实我很喜欢你的表演，之前我们比心团有提到说，因为奈亚你的 power 非常的强，这一次你这个收放啊变得很自如。技能啊，有老哥的感觉。哇，那是她老公吗？老公。但是不重要，不重要。大哥，你在吃瓜吗？那我就要来问你一个问题喽。七哥呢？跟金汉老师有一部新的剧叫《没有秘密的你》，他们因此呢而换了微博的情侣大头贴。情侣大头贴，真的假的？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艺术表现啊！对了，对。来，三，团给的结果。弦子我给你了，是弦子让我觉得。七岁这次的表演非常的惊艳，谢谢。普通话已经越来越标准，然后继续努力学习，你很棒。
我的朋友是陈立农老师的粉丝，他跟我说老师唱的女孩非常喜欢。诶，女孩女孩，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，为你学会溺爱，一而再再而再三而再的错怪。哇，谢谢，我好喜欢他这首歌啊。这是专门唱给你朋友的。他会哭了。加油。哎呦，他的笑容我记得当时给二排男同学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又笑了。一二三，没了，三秒就没了。所以哦，是吗？阿冷暂时哦，只要爱你自风格不一样也是好麻烦哦。一结束。阿冷姐的声音呢刚好有一点年代的感觉，那个声线呢我觉得还挺搭的。长安十二时。二位哇，啊，二，下一阶段，这个女生简直是太厉害，王炸，就是唱功输了一点，是很强的呀，我记得，好美好美，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你知道我，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。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，梦才会真一点。陈立农同学就对这种卿卿我我的歌还是蛮喜欢，要不要再看一遍？问一下农农，在这么短的一首歌里面，你分别给四位女生，你想要送她红色玫瑰，还记得跟我们男朋友的约定吗？咻，上经历了什么，大家只在乎你在表演的三分钟，你这样子的表演我都觉得很专业。这个是不是也有一点不公平？